信哈，这个永靖谢平安是永靖乡很大的盛事哈。那在这边哈，代表行政院中部办公室共襄盛举哈。那特别要感谢我们鼎新集团哦，我刚刚有看到我们魏董事长在现场，还有我们的执行长哈，还有很多我们鼎新的这些干部哈。那特别现场哈，我刚刚已经看到我们的国策顾问翁金珠，翁国策顾问也在现场了哈。欢迎，待会哈要表演的哈，各位有看到的哈，站在我背后就是无双乐团哦。那我这一次哈也特别媒合无双乐团哈，到今天的这个谢平安的现场，跟我们的乡亲共襄盛举哈。因为无双乐团是翁金珠国策顾问的儿子哈，这个刘学轩所创办的哈。那其中的一位成员哦，也是我们彰化的乡亲了哈。芝芝是哪一位哈？这一位芝芝哈，他是园林人哈，他妈妈是园林人，所以他小时候哈都会到园林来哈。那他特别知道说彰化有这样的活动哦，那无双也有机会透过我的媒合共襄盛举。那我在这边哈，要感谢我们基金会所有的成员，感谢魏董事长哈，那也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哈，那不耽误各位的时间哈，把最好音乐的响宴留给各位，感谢各位，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谢谢洪副执行长，谢谢你带来美和我们的这个无双乐团来参与此次的活动响宴。好的，现场。